今年清明连假长达五天，林务局屏东林区管理处辖属的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，从四月四日至八日推出儿童节连假活动好康方案，十二岁含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外，年满六十五岁的长者也可享十元门票优惠。屏东林管处说，清明连假期间，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有每天两梯次，上午九时半，下午一时半，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每天一梯次，下午二时，志工导览解说外，二园区每天上午十一时，下午三时，在游客中心播放生态影片。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有趣味童玩制作，着收材料费及部落有机蔬食野餐和推广贩售活动。另外，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有半消失的彩蛋活动，每天下午三时在游乐区现场报名，参赛者在游客中心选取不同路线地图与通关提示，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所有检查点后，回到游客中心核对答案，可依照正确率领取不同奖励，让大家更了解定向运动。清明五天连假，垦丁和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推出儿童老人同享入园优惠方案。记者潘欣中翻社分享。